上任理事国嘅否決權都係發揮唔到佢哋嘅作用，做唔到聯合國安理會嘅宗旨，咁所以取消咗有啲咩弊處呢？總結嚟講，聯合國安理會上任理事國嘅否決權，除咗冇維護世界和平嘅作用之外，仲會令想發動戰爭嘅國家更加容易得逞，所以聯合國理應取消安理會上任理事國嘅否決權。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你哋同唔同意否決權會被人濫用？除了取消之外，仲有啲咩辦法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呢？多謝各位。跟住係公。
分。如果辯一方如想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演分數嘅時候，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打分嘅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問分數。好，而家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1945年至1987年期間，蘇聯共進行了否決權114次，中國共
使用否決權四字，使美國、英國、法國主張的很多損害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決議無法通過。可以否決權是等同於國家的保護自身權益的武器。但其實你們不是搞錯了呢，聯合國安理會的宗旨就是為了保護處理不到濫用否決權這個問題，如果有方否決不到否決權是被濫用的話，那就已經取消了它，因為取消了否決權帶來的利處非常之高，那就可以解決幾十年來常理事過濫用否決權這個問題，而有方是沒辦法否決到這件事。今天有方同學總共犯了兩大錯誤的，第一是有方同學就在第一個論點前半部分就說應該給這個否決常理事過就用了否決權，他們會因為自己利益而不會這個取消否決權啦。咁其實你哋係揀，同埋你哋公辯環節度問我哋啦，咁係俾常理事過個利益啦，否決權係俾常理事過個利益啦。咁但係不過你哋搞錯咗，聯合國安理會嘅宗旨係為咗俾常任，係為咗維護世界和平同減少戰爭，並唔係為咗維護嗰啲常理事過嘅國家利益嘅。第二個問題就喺第二個論點後半部分啦，咁你哋就話，咁就我哋唔應該用否決權嚟發動呢個戰爭啦。咁成你哋都講咗話以呢個上呢個經濟制裁啦。咁其實你哋講得好啱，我哋可以喺聯合國度提出經濟制裁呢樣嘢。但不過，例如俄烏戰爭咁樣啦，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咁其實呢個可以提出議案，就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令佢哋國家經濟衰退。咁就令到佢哋打唔到仗啦。但不過，因為而家俄羅斯有呢個否決權，佢哋一定係用呢個否決權嚟否決呢個議案嘅。咁所以其實否決咗取消咗呢個否決權，可以防止常理事國濫用嘅呢個問題嘅。其實聯合國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佢哋根本唔會為其他國家和平使用否決權啦。佢哋只係關注到自己國家嘅利益，所以佢哋係唔會用佢哋嘅否決權嚟維護世界和平同減少戰爭。例如盧旺達內戰咁啊，呢個戰爭係喺1990年10月1日至1994年7月8日發生喺盧旺達嘅大規模內戰，總共死咗80萬至100萬人。咁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就一致贊成將聯合國非民達以混合行動嘅兵力由8735人削減到4050人呢個決議。但係嗰陣聯合國盧旺達內戰仲係打緊嘅，咁大家睇到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一致贊成個決議。其實這個並不代表國中止，其實他們反而應該是更加多的軍人去阻止減少這個戰爭，是這個維護世界和平啦。但他們反而撤軍，其實大家看到這個決議是很有問題的，完全不符合聯合國安理會的宗旨。所以他們的否決權是沒有利處和理應取消，因為就算沒有了否決權都不會有人反對這個決議，即是否決權都不會有利處。多謝各位。大國之間不會再發生大戰，就出現一戰為二戰咁樣大型戰爭，所以聯合國俾咗佢哋一票否決權益。而我哋都知道聯合國嘅規定全部都係嚟自於憲章，喺聯合國憲章嘅第108條中有提到，第一，如果要修改
如果要修改聯合國憲章，係需要有聯合國大會會員嘅三分之二表決同意。第二，喺三分之二中，其中一定要有全體嘅常任理事國表決同意啊，而且仲要有三分之二會員國嘅國會通過。簡單嚟講，只要有一個國家投咗否決權，咁憲章修正案就會否決。仲有否決權希望大國對世界和平同埋世界和平同埋安全負擔責任，避免大國之間再發生戰爭，釀成大禍。同埋我哋喺聯合國憲章中嘅第廿七條，我清楚寫明，一切事項決議應該有九個非常任理事國同埋全體常任理事國表決同意。而呢兩條條文正正就係有牽制嘅作用，支撐住成個安理會嘅體制。使用否決權喺聯合國體制中係根深蒂固，不易改變。有幫助我同你講，常任理事國有濫用否決權呢個權益啱冇錯。常任理事國係有濫用呢個權益嘅情況，但係我哋都知道，常任理事國中俄羅斯係使用否決權次數最多嘅一個國家，高達117次。就例如俄羅斯喺今年嘅2月20日否決咗聯合國譴責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嘅決議。如果係因為咁樣，我哋就取消否決權。咁我哋可以使用憲章中嘅第108條，等進行投票嘅時候，只要俄羅斯再次投出否決取消否決權嘅決議，咁只不過係等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更加濫用否決權呢種權益，咁我哋淨係可以造成惡性循環。唔通常任理事國係要因為其他國家不滿而放棄自己一票否決咩？在這個情況下，有方堂是否真的仲可以修改憲章，是否真的仲可以取消否決權？而且否決權不是沒有改變過，在今年的4月1日，聯合國宣布5個常任理事國在每一次使用否決權後，需要在15工作天內召開一次正式的會議，就否決權所牽涉的情況，等聯合國成員可以在會議上審查和討論否決權的正當性。最後，我想問有方堂，你們都說了常任理事國有濫用否決權這個權益的情況，唔通佢哋唔可以用呢項權益保障自己的國家咩？仲有入方台，你到底有啲咩具體嘅方法可以取消否決權？取消否決權後，大國係咪真係仲會通過我？唔係，大國之間係咪真係會再通過聯合國去進行決議？多謝各位。遇到他們不利的議案，就會立刻用否決權否決了那個議案。還有你們剛才說這個聯合國安理會是成立在這個二戰之後，它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的嘛。但是其實例如阿富汗戰爭，這場戰爭總共死了24萬人，當中還要有4.7萬人不是恐怖組織而是平民，可見就算有了否決權都阻止不了這場戰爭，造成了這麼大的傷亡，所以否決權理應取消。剛才有方同學都承認了，否決權是經常被人濫用的，所以我們就更加要取消了它。剛才你們說過國際聯盟是沒有公信力，所以他們會解散，但是它是一個志願組織來的，現在聯合國是有5個常任理事國，有5個強大的國家在裡面，那還是不是沒有公信力呢？其實常任理事國濫用否決權在這幾十年已經成為了常態，在歷史上最出名的例子就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蘇冷戰，由1947年開始持續到蘇聯解體的1991年，期間蘇聯在安理會不斷否決美國提出的議案，例如接納新成員國，因為擔心站在美國那邊的成員國加入，就是這樣，他總共用了30次否決權。如果大家都是和平，為了和平著想的話，那多些成員國的加入就會有多些對話和合作，本身對維護和平是很有幫助的，其他國家想加入都應該來者不拒，可惜蘇聯偏偏要將人拒諸門外，一心視對方是敵人，才會濫用否決權阻止對方的加入。更加離譜的是，中華民國想調查世軍戰爭對世界造成巨大威脅的議案都被蘇聯否決，蘇聯完全沒有想過世軍戰對世界造成幾大威脅，只是因為當時蘇聯支持中國共產黨，所以中華民國外交部在1947年11月7日發表了與蘇聯完全荒郊之聲明，
佢就將中華民國當成敵人，一票否決議案。因此可見，由之前的美蘇冷戰去到依家嘅俄烏戰爭，都冇改善過呢個濫用否決權嘅問題。唯獨取消否決權，先可以做到防止濫用呢個利處。多謝各位。
直到而家，我方認為否決權係必須嘅，只不過係需要限制，所以根本就唔需要取消。而家美中法英等國已經同意接納，只待修改憲章嘅時候進一步落實。咁請問你諗我點樣去限制佢啊？聯合國唔係冇改過，聯合國唔係冇改過否決權呢樣嘢。推翻改過係有，係由否決權。如果五個常任理事國如果投咗否決權之後，需要喺10日內召開一次大會，就住否決權所牽涉嘅情況而去作出討論同埋審查否決權嘅正當性。我想問下咁多，啱啱根據我頭所講啦，如果十六日之外，你啱啱淨係講咗去討論啫嘛，咁其他國家有冇權力去反對呢個否決權先？有翻同埋頭先講咗，係要有否決權先可以杜絕否決權俾人濫用呢個問題啊嘛。有翻同埋都承認咗否決權俾人濫用啊。但你講得好啱啊，否決權係真係俾人濫用啊，唔可以維護世界和平同埋減少戰爭。但我哋而家見到嘅否決權唔單止係有弊處喎，仲要係有好多弊處，例如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第二日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並要求俄羅斯無條件向烏克蘭撤軍，但俄羅斯就用咗佢嘅否決權。阻止咗議案嘅通過，而俄羅斯行使否決權嘅目的係為咗自己被制裁。否決權依家已經成日俾常任理事國濫用，所以係應該取消咗否決權，防止常任理事國濫用。Okay, 正如我方啱啱左邊所講，我方最邊所講，亦會影啱啱有一位教授啱啱先先前講完，會影響全球嘅，會毀滅性影響全球。咁點？咁我哋如果已經影響咗全球嘅和平，咁點解仲要取消咧？有冇同你哋成日喺度話呢個呢大國咧有機會喺度打仗，取消咗否決權有機會就係令到佢哋就呢個打仗啦。其實反而就算仲有否決權啲，又有方同學比較好形象啦。就算有否決權，但係不過啲常任理事會都唔會用否決權嚟阻止其他國家嘅打仗啦。咁其實點解咧？咪就係正正因為呢個其他國家打仗，咪正正可以實佢自己實力咯。譬如美國喺度打咁多仗啦，又唔見中國同俄羅斯喺度用否決權。阻止佢打仗，聯合國安理會嘅宗旨，咁啊正正係因為呢個中國同俄羅斯咪就係想削弱美國實力咯，因為美國咪就係佢嘅敵人咯。多謝你嘅提問啦。喺我哋都講到否決權，希望大國唔再發生一啲侵略性嘅戰爭啦。所以每次有國家進行軍事行動嘅時候，都要通過安理會，而否決權正正可以防止大國之間再發生侵略性嘅行為。例如係美國喺1998年試圖通過伊拉克南部禁飛區擴大嘅決議，以達至武力干涉伊拉克內政嘅目的。而呢個決議俾中國同埋俄羅斯否決咗，所以我哋由此可見，否決權係可以幫助大國之間互相牽制，唔再發生大型戰爭。根據頭先嘅陳述啊，有方同學係咪唔承認否決權佢有佢自身嘅作用？但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嘅否決權經常被濫用啦，同埋佢係提供唔到一個例子嘅。因為無論係我方開邊第二個論點講嘅阿黃先生又好啊，定係呢個我啱啱講喺一副所講嘅呢個盧旺達內戰都好啦，啲咪又喺度打緊仗。但不過點解啲常理事國唔用佢嘅否決權咧？咪就係因為佢覺得，都唔關我事，都咁，所以咪就唔用呢個否決權咯。咁我頭先我提到的例子已經係講到中國同俄羅斯係阻止美國去侵略其他國家，同埋而家最大問題係我哋取消唔到否決權。有班同學你都唔同我哋講點樣取消，咁我哋點解要喺呢度自相合兵咧？有班話取消唔到否決權，但係有班自己都講過，只要有三分之二嘅理事國同意嘅話，咁咪就可以改建咯。咁其實係有方法係可以取消否決權。咁你而家三分二的會員國中都要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但係五個常任理事國佢可以用否決權否決你嘅決議啊嘛。如果否決咗佢就，如果佢用否決權，咁你就用唔到呢個決議啊。
咁所以有幫台你都話啲你尚未試過可以用否決權嚟否決啦，咁更加應該取消啦。就咩否決權根本就唔公平。如果現實否決權真係會被取消，咁如果可能就會涉及到某個國家唔同嘅事情，如果咁樣嘅話，係可能會直接影響到某個國家自己嘅利益㗎。咁即係有可能我承認咗而家否決權嘅存在，就會有利益㗎啦。咁即係有利益，咁就利益，因為正因為有利益，咪更加要取消咗。佢而家就係濫用緊否決權，增加自己嘅利益喎。有翻同學就上台，大家好。聯合國安理會存在至今一直以大會開嘅形式作為管理，確保會議嘅可行性及安全性，以保障世界和平。所以支持保留否決權對於而家嚟講特別重要。
否決權係為咗保障聯合國創始國，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組成國嘅權益而設立。現時消費者都有條法例保障自身嘅權益，但係有方同學嘅想消失一個國際組織中主要成員國應有嘅權益，咁樣聯合國嘅權威同地位又何在呢？而我反顧都已經強調過，否決權係基於聯合國憲章而成立嘅，所以要取消否決權就必須要修改憲章。但係根據憲章108條規定，對憲章進行修改必須要經過三個程序。第一，會員國三分之二表決同意，安理會同埋安理會至少九個成員國表決同意。第二，三分之二個會員國表決通過。第三，包括安理會全體常任理事國在內嘅三分之二會員國會予批准。即使各個政府同意對憲章進行修改之後，再經過各個嘅會議程序批准，而其中只要有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憲章嘅修改都係無法實施嘅。換句話嚟講，喺現有嘅程序下，想滿足修改憲章嘅條件，成功取消否決權，可以話係難過登天。常任理事國又點會任由自己嘅權利被削奪呢？既然其他國家冇辦法通過正常嘅程序取消常任理事國嘅否決權，咁佢哋唯有通過其他方法無視呢個否決權，例如繞過聯合國嘅決議，直接採取軍事行動。嚟到呢度，我就講個故事俾你聽啦。小人係嚟自德國嘅國民。20世紀之後，經歷完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好多人都明白咗戰爭所帶來嘅影響，因而創立咗聯合國，希望各國可以用和平嘅方式進行談判，雙國與國之間都減少咗好多衝突。但係有一日，國與國之間開始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唔再去理會聯合國一啲嘅約束，而呢個時候就有人提出咗取消安理會嘅否決權。但係根據憲章108條所講，係冇可能取消否決權嘅。於是有啲國家就利用其他方法去避開呢個聯合國，令到聯合國冇辦法去約束佢哋，又去為所欲為。其他國家見到成效之後都紛紛效仿，令到聯合國冇曬任何公信力，就好似當年國際聯盟咁樣，冇辦法去控制其他國家聽嘅講嘢，都冇辦法提高一個平台叫佢哋上，從而造成咗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令到原本生活覺得幸福快樂少人，飽受戰爭嘅摧殘，冇嘢食冇地方住，連生存落去都係好困難。跟住呢個故事之後，我估大家都應該明白支持保留否決權呢個作用係幾咁重要。如果真係用其他方法無視有否決權嘅話，咁只會導致當年國際聯盟嘅困局重演，令世界又陷入混亂之中。有康同學，唔通呢啲就係你哋所講嘅理處？更何況現今修改憲章嘅程序之下，否決權係根本冇可能被取消嘅。如果強行取消否決權嘅話，只會造成國際動盪，從而影響到聯合國嘅公信力。到時啱啱所講嘅故事真係有可能會成真，相信呢樣嘢都係我哋所有人唔想見到嘅。然而，目前聯合國已經通過決議，講明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之後要10日內召開呢個大會解釋使用否決權嘅原因。因此已經睇到聯合國喺度致力咁改善緊常任理事國濫用否決權嘅狀況。咁我哋係咪就有必要全面取消呢個否決權呢？多謝各位。正正係因為有否決權先可以阻止濫用，其實我方係唔明白點解有否決權就會阻止濫用咧？因為就係正正係因為有否決權，有呢個咁大嘅權力，佢哋先有呢個咁嘅權力去濫用啊嘛。就係唔會係因為佢哋有呢個權力，所以先可以阻止到濫用。就例如我方有提出嘅俄烏戰爭啊，美國20年打過5場戰爭啊，美蘇冷戰，正正係因為否決權俾咗佢哋咁大嘅權力，蘇聯先可以咁樣瘋狂否決曬美國提出嗰啲議案。咁樣呢啲咪正正係佢哋俾咗咁大嘅權力，佢哋冇咗掣肘，佢哋咁咯。而第二個咧就係、是、有方同學，而第二個爭論點咧就係、是、講緊取消否決權，點樣去取消咧？今日有方同學咧就話緊三分之二嘅聯合國嗰啲委員會咧先可以取消，就要冇即係冇一票嘅否決先可以取消。但有方同學有冇諗過？而家提出議案嗰個人五常一票嘅否決權就係取消。否決修改否決權，咁咪唔合理咯？點解咧？
呢個係提出一個去修改根基喎，一個根本嘅憲章。但係而家美國而家嗰啲五成一票嘅否決權就係取消咗呢個修改根基嘅一個嘢，係咪唔合理啊？有方同學今日咧都講咗好多係關於公信力嘅問題。咁我想問有方同學所提到嘅國際聯盟，佢都有方同學冇舉出到係佢有邊啲國家係就係冇國家嘅。有方同學都講到係講緊嗰啲係志願者。咁一個志願機構點同一個世界嘅聯合係乜一齊嘅國一個組織去比咧？而家世界大國有五常，有呢啲好勁嘅世界國家，有好多嘅世界國家喺曬聯合國裡面，公信力點會差過一個得一啲人一啲志願組織嘅？機構呢，其實講了咁耐，有冇發現實五常呢，我哋會就好似一隊辯論隊咁，最有實力嘅攞過冠軍嘅嗰四個隊員呢，就好似常人未試過，其他新嘅隊員呢，就好似非常人未試過，佢哋呢都好踴躍提出啲意見呢，就務求令辯論隊更加更好啦。但係呢，而家呢，佢提出嘅意見，呢四個老隊員呢，就一句否決，咁樣又合唔合理呢？而家嘅常人未試過呢，就而家嘅聯合國安理會呢，就好似而家成立。一票在手，天下我有。咪住先，個議案好似唔符合我國嘅利益喎，取消咗佢，否決。又咪住先，個議案好似俾咗國家好其他國家好多利益喎，點算啊？哦，我有否決權，否決咗佢先。又例如我方二副所講嘅，一副所講嘅有戰爭啦，哇，有戰爭啦，哇，咁細個國家唔關我哋事喎，唉，撤兵，拜拜。再真戰爭就衝過咗撤兵，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否決權咧，基本上就俾呢個國家係為咗自己嘅利益而戰啦。有利益嘅，哇，我就即刻贊成啦；冇利益嘅，我就否決。咁樣係咪好合理咧？咁樣係咪真係合唔合理咧？其實講咗咁耐啦，唔知各位有冇發現到，其實否決權嘅存在係根本就唔合理嘅。喺否決權嘅規矩下，一票係永遠大過其他嘅票數。就算啊加啲乜嘢加解釋又好，開個會都好啊，其他國家都係冇機會去反對呢個否決權嘅使用嘅喎。啱啱有方同學都話，而家聯合國都話，會開一個16日開個會議啦。咁有方同學都冇講到，其實個會議係冇呢啲效力嘅啫喎，佢哋照樣可以否決，都係只不過係馬後炮啫。所以啦，所以而家俾就例如明朝皇帝咁樣啦，明朝皇帝出兩君主集權制度啦，皇權失去咗制肘，佢形成咗君主獨裁，佢想殺人就殺，想殺啲功臣就殺，唔需要理由。咁樣咪導致咗啲臣啊，完全係阿谀奉承啊，乜就佢講咩就佢話曬事。其實擺翻我而家嘅國家，佢而家國家俾咗咁大嘅權力俾國家，其他國家咪阿谀奉承咯，唔理咯，都冇咪冇人反對咯。你諗下先，而家俾一個人咁大權力已經咁樣，甚至乎俾一個國家。所以今天的辯題你已經成立，多謝各位。